家好，我是小陈，今天蒸米饭啊，然后冰箱里呢还有鸡腿呢，把鸡腿炖一下。现在天气呢真的是越来越冷了，大家也多注意保暖，多喝水。先那个把鸡腿剁一下，先给鸡腿焯水，葱姜老料酒，放高压锅里面。今天给你做你爱吃的啊。嗯，我现在最喜欢吃米饭了。一个小老头呀，逮拿吹锅头呀，让他上高楼呀，一堂两堂三堂四堂五堂六堂七堂八堂九堂十堂，哎呀太高了，哎呀摔倒了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唐王妹，独带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更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再炒两个素菜，因为每次呢孩子都喜欢吃西红柿鸡蛋，然后这次给他炖了肉，然后把这个韭菜呢炒一个小炒，素小炒。大爷爷吃米饭不干，炒个米饭。我还没吃到大同志呢，我吃大的得少水是吧？嗯，你这么两回多饭吧，那个水吃太大，少少了就让是肯定倒的。嗯，给牙放萝卜仁儿。炒，妈妈好几个鸡腿都炖了。先跟爷爷聊完两个闲话再动手。吃饭啊。得是谢谢的爷爷。爷爷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哎。你弄好了，俺娘又去哪儿？弄点石头。再弄点呗。首饰？嗯，真买一个首饰叫一串，看看。你咋在这吃？我有这上饭，我不是喝点上饭的人。哎呀，那你这个吃饭吃完，你那个饭兜里都有剩了，你光吃上饭吧。哎呀，上什么吃啥？面条。嗯。哎呀，一口挂面，你把这倒了不着，你进这吃吧。不了，我把上饭吃着嘞。不麻烦了，你进屋里去吃。哎呀，不嘞！你去屋吃饭，你盛好饭了你不吃，你要这剩饭你还得吃剩饭。你看这一口口挂面了，你看看，快点走！哎呀呀，我说你老大回我两个底下说你在这收拾嘞。我说我把这个喝了真嘞，你快点吧，你这炒恁多菜又不又得上。奶奶爷爷吃肉。嗯，吃肉。嗯，俺说说真好。嗯，这么多是吧？哦，对对对。走好了又走了。就是，这么多吃完，就是这么多，俺这鸭肉，俺爱吃的。嗯，吃吧，真多吃吧，这么饱上。我说我把那个剩饭喝了摘嘞，别的，你喝了这个还得剩，光吃剩饭。白天还这个这个炒肉，哈哈。是不是这肉还能吃呀？嗯，这肉吃吧，都可以吃。这个是我的。那个菜，我不来这个菜。这个是我的。嗯，你吃一个呗。别捏呗，这不热热。吃完看的肉挺烂。